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高手一招，快速提高。阿曼的货币分为贝沙和里亚尔，一里亚尔等于1000贝沙，当前的汇率为一美元等于0.3845里亚尔。这是硬币5贝沙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10贝沙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25贝沙正反面图案，这是50贝沙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1/2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2021年版100贝沙的正面图案和100贝沙的背面图案，这是1/2里亚尔的正面图案和1/2里亚尔的背面图案，这是1里亚尔的正面图案和1里亚尔的背面图案，这是5里亚尔的正面图案和5里亚尔的背面图案，这是10里亚尔的正面图案和10里亚尔的背面图案，这是25里亚尔的正面图案和25里亚尔的背面图案，这是50里亚尔的正面图案和50里亚尔的背面图案。以下为1995和2000年版防伪升级序列，所有图案的正面均为银味苏丹卡布斯阿勒赛伊德100贝沙的正面，还有灌溉系统的图案，背面为非洲猛禽和弯角剑灵图案，这是200贝沙的正反面图案。1/2里亚尔的正面还有巴赫拉宝图案，背面为阿尔海吉堡和奈赫勒堡图案。1里亚尔的正面还有苏丹卡布斯体育中心图案，背面为阿曼匕首银手镯和帆船图案。5里亚尔的正面还有苏丹卡布斯大学图案，背面为尼兹瓦图案。10里亚尔的正面还有阿尔那特塔图案，背面为马特拉堡图案，这是20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。这是50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2020年版50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。以下为流通纪念钞图案，这是建国35周年1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40周年的5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40周年的10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40周年的20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40周年的50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40周年的另一款50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45周年的1里亚尔的正反面图案。这一款曾经出现了错版风波，这是45周年1里亚尔的正确版本正反面图案，这是错误版本的正反面图案，这是因为把正确的1430起弄成了1420起。